彩虹屁小课堂。哇，太美了吧！倾国倾城，落落大方，这脸就像鸡蛋一样，自貌美的女子，只有天上有，天上都不太好走，累死了我。哇，真好吃，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我之前我就想拍照，我说每次都是一个人拍，我说没有男的，我今天俩男的，你挑，你挑一个。就是这个有一个是年下男和年上男，是不是？哇，太美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天哪，我的天！朋友们快看一下，快看一下，多么美！倾国倾城！别动啊，别动！我的天哪，这脸就像鸡蛋一样。阳刚的角度，要不要拿一点？憋不住。哎，他们一直夸他，看他会不会憋不住笑。他应该习惯了被夸吧？可以，这个素描可以。我的天哪，如此貌美的女子，只有天上有。天上都少见，我跟你讲。这个书壳，你确定要要？天上都不太好走。你们还是一样。天哪！你抱着，抱着好点。天上的仙女居然还会看书？眼睛瞟了我一眼，女神瞟我了，女神瞟我一眼了，女神刚刚瞟我一眼，又可爱，又性感，还什么？还有文化，还有文化，喜欢看书，还喜欢看书，对不对？来，眼睛往上走，翻个白眼，来看看，来，翻个白眼，绝了，真的是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小表情给的。这阳光洒在你头上，金黄金黄的。哎，别皱眉头，别皱眉头，来笑一下。哎，换动作之前说一声啊，我把这个屏幕转过去。嗯，试一下那种笑中带泪，但要不流出来那种。我们俩太讨厌了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嗯啊，真的漂亮。我们唱首歌吧。啊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这里的帅哥真老六了，走啊，毛给我赶出去。你关注一下摩登兄弟刘宇宁这个人吧，酷、cool。